接下来运用四分音符与八分音符来做一个基本的四谱打击。我们先看第一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接下来我们来打第二行。第三行，第四行，在以上的谱例，我们也可以把右手换成大鼓的音色，那左手依然保持在小鼓，做同样的练习。我们现在示范一次。